留下明天直播，知道吗？寒い。みれいちゃん、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ばんは。大家今天很冷，很冷，我头痛。我觉得我一定，やばい，身体やべえ。头痛，很冷，头很痛。有发烧吗？不知道，应该没有，应该吧。要保重，谢谢。要注意，好的。有看什么没有？因为刚刚突然头痛。洗手发量不要过，好的，每天头发长好快，是吗？有吗？真的吗？有吗？天气冷，多穿好。美丽没有吃晚饭吗？有，刚刚跟柏林一起去吃饭，那饭嘛得咋过？跟柏林一起吃意大利面。今天没有开播，想讲没有几点开直播，那已经开了吗？
なるほど。おいし美玲没有刘海，看起来比较成熟，真的吗？明天美玲可以看一个直播，明天好、哦，我记得的话我去。OK。我也想看 Luca 直播，我也想看看你们三个是好美姐妹。有我最小，有刘海就好像小孩子有吗？不觉得，我不知道。喜欢吃这个，好吃。恥ずかしい話、実は今日も俺寝坊した。私してないもん、我没有、我没有、我没有睡过的。比较适合年纪的、真的吗？为什么？我喜欢美玲的刘海，因为今天的刘海没有用好，所以我就先。收起来。晚安，美玲是大学生吗？我是高中生，这样比较成熟。谢谢，我是高中生。我是大学生，听说马友是高中生，哪有？马友是大学生呀。最近还好吗？还好。对，马友是大学生。你来讲，こんばんは，こんばんは。他说十八岁，那你们觉得？那你觉得他几岁？看起来几几岁？上次来不及回你信的。如果你有看的话，
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讲新的，就是个人的问题。我爸被公司人骂，所以不讲。嗯ミレイちゃん、こんばんは。こんばんは。你也太子、对不起。可是我有看。嗯、じゃあこれ秘密。秘密だよ。不用跳不起，不是说对你刚刚提的那份责任很淡白。他没人喝了，我没人喝了，大家不用给我理由，大家不用给我理由，所以你大家去买我的生鞋就好。这样比较好。美丽，我有跟一个日本人认识。为什么？真的没问题吗？每天都切波机，理由要给你说。买生鞋真比较好。跟美玲打完澡和药水去洗澡，很快。刚刚在忙完，辛苦了。他是我朋友哦，モモリンに惚れた。って書いてる。こんにちは。有点上面开始继续买，谢谢。大家不用吃货的时候不用给我理由，买生托买生鞋。不用读过了吗？嗯？什么？美玲，我要高长。昨天你敢跟晨晨说爱搭晨晨穿过迷恋？哎。
等一下，明光是这礼拜吗？真的吗？やばいやばい，歌词应该背差背的差不多。嗯，还好，觉得很，没有很有自信，没有自信。可是希望大家过得开心。寒い。やばいな、早いな、感觉。快了，快了。我怕跳错。可是上礼拜天的时候，就西的人一起练习，那时候连十点到早上四点到下午四点多练习，很累哦。这个公司位置，新疆菜有好位置。跳错没关系，不会害羞。你得讲七四七四四。美丽有错过台湾人的汽车吗？有啊，我有。我有哎，那那个 taxi 不是台湾人的吗？哇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，说话歌。好久，元気吗？元気です。やっほー、ソワク。你要来？哎，你是布丁的粉丝，那你会来迷你宫吗？是的，会吗？认识龙总联系，看你超语怎么有的留言，赞。对，最近一直都联系，我都会去哇，这么有钱的，会看大家。那你最期待什么？美丽无忧无虑。My A， 克洛酱，我不喜欢你，讨厌你，谢谢送我很多玫瑰。谢谢。为什么你吃麦？哎，为什么？最期待他们的是信哥的部分。对，信哥，大家期待一下，信哥。你说成员吗？我说 A B C， 然后你一定会说。他家全部都期待对吧？我只有买 A 个，因为上张普通牌。那为什么你买 A？ 为什么买 A？ 美丽娜说在会在台湾考汽车，哎，我18岁一定，哎，可以，谢谢送我很可爱的礼物，我是。
我18岁的时候一定要考，不会，我会说最期待美丽的，决定吗？决定吗？不能跟吉大人说，我期待谁谁，因为拖动关注了一下解析，哎，不行。美丽，我等一下回来去吃晚餐，好，拜拜。因为我会读空气 ，KY 白目白目，你这样讲最白目。美丽说过是福冈市，对，出生对，也可以考汽车，汽车比较。比较方便嘛。自己开车去，还不能讲是吗？对，不能，不能。说到汽车，我前几天就几个人去高温，哎，一呢，怎么样？新的。上次他跟你一起跳 Heavy Rotation 的时候去，他唱歌很好听，解析，但是养车很累，很累吗？为什么很累？不过美丽永远都会是我的第一名，决定吗？汽车美丽你可以先考，好，那我先赚钱，不然不会考，很贵。天气还不错，我也在爱丽山。なるほど。要花钱吧，和车，因为养车很花钱。なるほどね。原来，那我要赚钱，麻烦，没有钱。我决定目前的周边都是。妹妹买，你没买过几个人都。哦。要找。塔克。哎，我觉得最便宜的就好。我最近才。猜想如果买一台 BMW 一年要付，就会很贵。刚好今天在猜想 20， 好贵。晚上好，在台湾最麻烦的停车位，买车很容易难的是之后的话。刚才说的10万多，如果在台北了，跟他们讲的哪些？比较好养。那我买摩托车好了，摩托车比较好吧。停车真的超麻烦，之前开车上学，你就花了快1小时，为什么？没有地方吗？还是很难吗？都想买车了，我也想啊，有人可以给我吗？真的好少开。摩托车如果是。那摩托车，我先买摩托车好了。没有就是用一下，但是不影响快车跟日常运动。
我带你就好了，那带我去。那我明天要去公司的时候，你要带我去，你要送我公司，还有送我上学。不想走路，我是陈韵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要陈韵。你会买汽油车还是电动汽车？我还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便宜的就好，便宜用好用的，觉得我想要这样的。但是你要自己走到车运，那不要，我不要，我不要。不要看我阿姨三排的照片吗？好啊，真的好好笑。突然为什么突然聊汽车了？哪有很大小很大小姐？还是我的自白。我要看日出。那你日の出有趣吗？你买汽油车车有机车比较什么爽？なるほど。寒いよ。那还是自己开就好。哎，那你们知道陈远有谁有车？你们知道陈远有车的人吗？汽车不用买，机会开车你可以看。不过我电动汽车还要换电池，没有，哎，觉得很麻烦。我去一趟那个关金带摆的 ，OK。还是他家什么都不知道，成员有钱，谁有车啊？可是不要。不知道的话不讲。哎，很漂亮，我也想去，带我去。最近过柏林有汽车，我海边，今天我坐柏林的后面。然后他接我，然后一起吃饭。
超棒的体验。一张我海边看那些天吃布丁，觉得好好笑，为什么吃布丁？然后你要听看见夕阳的吗？我那个不是夕阳。那边开车还是觉得很远。上保养我知道的，还要保到保养。阿嬷，我想睡觉，我想睡觉，还有30分钟。那边开车还是觉得对啊，我讲过了，我也想睡，为什么我发出那么奇怪的声音？什么？昨天第二次去高美湿地看排 B 队的地方，觉得自己很厉害，我拍超丑。我是在说国语咯，なるほど。上到要做时间填白。なにこれ？小。那你过来。我还去高美湿地采草籽，感觉超棒的。听说地上养生快不见希望了吗？后面是真的黄吗？那是假的。吃吃，谁？小千40。小尖48，小尖48是小尖48。啊，もう集中力ないわ。我没有这种力，最久30分钟就没有了，我已经没有。干燥的话，我就是小尖啊！你是小尖，我以为是别的小尖，因为你的大头贴看起来不一样。高中，哇！呀吼，小尖，今天没有音乐，可是来找我，觉得很好。大头贴是我高中桌子也抽的纸糊吧？看出来，你的印象对你的印象是抢夺话的感觉，所以我以为别的人。晚先休息了吗？晚安，拜拜。晚上大雪后才留长发。なるほど。那你最近有想过剪多发吗？我国中、高中都有发。なるほど。美丽尼的国汽车看到大车要有装线，让大别印着。好、哦。因为洗头发会很麻烦，对，真的很麻烦，而且
吹多花真的麻烦，因为那个我想我每次都在家里的时候我想睡觉，可是没有气，没有还没有还没洗澡，然后我想洗澡，但洗完澡后吹头发很麻烦，所以我不想去洗澡。对吧？我都有谈过要吹干才会卷得漂亮，所以你如果不吹的话就很脏脏的，那个看起来就没有洗澡的感觉。我觉得很麻烦，所以一直都是包着是脖子盖。对，真的麻烦。我头发不洗都会痒痒的，受不了。没吹干会看起来比较毛躁，比较不尖。我不喜欢，我也不喜，我也如果不吹头发的话，就会蹦起来，会不好看，不喜欢。可是我不想吹头发，然后而且不洗头发也就油油的，然后臭臭的，我也受不了。不知道以后会头痛啊，会。那你交女朋友帮你吹头发好了。我都一定会吹，一方面是汤保养，而且发现地方都是头发。再怎样，心还是要吹。对，啊，抱歉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那我帮你吹好了。对不起，我帮你吹。今天晚上我帮你吹多话。我是真的不喜欢吹多话，真的很麻烦。等一下也要去洗澡，好麻烦，美丽，我来帮你吹啊，真的吗？可以。我想买那个戴森的，那个吹风机，知道吗？那个很厉害的，很风很热的，听说那是 Panasonic 就很过，没有戴森的那个是真的很厉害，很快就吹完，可是我没有，那包我还没试过，那你可以试试看啊，在 YouTube 切查一下，一般 Panasonic vs 戴森。戴森的大概对那个很贵，我当时想留是想学 Locker， 我知道你之前有讲过。
你说正对等上次用的部分吗？什么意思？针对男生？怪干催婚期，结果是起的，也很烂。哎，一袋要一万多，袋鼠呢真的很贵，这么贵吗？他交生日礼物的时候给我吗？每一次都是那种两个，谢谢，谢谢。因为吹也是吹我的头发，对，是这样的样子。不过这方面建议可以成功，也就我觉得可以。感觉台湾人没有很多人这样接受的感觉，你可以学一下日本的 YouTuber 的那个话题嘛的影片，应该有很多很多很多好看的 YouTube 企画家计划。美玲子，哎，我讲了，对、yeah ，懂你意思，说嘛，我们起来懂吗？啥？好像还有10分钟，我头痛，想睡觉。其实我第一次影片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。要多少前辈才找到自己的风格？这样难吗？加油！然后你的，然后你以后粉丝比我多。杰哥直播什么什么卡吃药了，面倒くさいな。那你今年就会播风啊？还好，我觉得还好。最近自己没有很顺利，所以有一点难过。那戏吗？最近真的很多事情不顺利啊，可是不能放弃吗？所以我不会放弃，但觉得有点很累，心电有点很累，真的最近对工作对人间関係とか都不太好，有点唉，真的不太好。可是之前我不好的时候都换季，然后换季的话我变成更不好，对自己更不好，所以我不会换季，但需要休息的时间。好
好累哦，真的很累。也不能放弃哦，我觉得要有这些。嗨，人间看给称的就是顺其自然就好，不用去强求，身边有人懂你的人就好了。对，好难，很难，很难。所以越来越很辛苦，没关系，美丽还有你，你不是杰西吗？你布莱西的 mini con， 还有我最近找自己的菜意是什么，找不到。真的找不到。杰西的直播我期真的吗？好，那我期待你下次的迷宫，你一定会来看我。什么东西找不到？在意专长是吗？休息一下有没关系，休息完了继续加油。可是最近完全没有休息的时间，真的没有休息的时间。对，真的没有时间可以休息，醉吧。还有李哥跟海，你太多了，你太多。我想，还有我是一本书，谢谢。打算的地方跟特色这样吗？对，真的我没有。那因为我是偶像嘛，那我如果我要去很多地方的时候，可能会要跟他们介绍一下自我介绍的时候，一定有那个在意的地方，然后可能要在那边给他们看表现自己。时候我真的想不到，我真的没有啊，我跳也没有很厉害，唱歌也没有很厉害，然后吉他才艺完全没有，乐器也不会，所以觉得这个也很痛苦哦。那么找到自己适合的特色跟优势就好了。可是我想不到，完全想不到，让大家觉得，哎，这个人感觉跟别人不一样的感觉的差异。跑步运动偶像也不错，可是跑步的话不能表演，是吗？就是跑步的话，如果在。啊，面试的时候要给他看我会跑步，可是在那边不能跑步，不会表现。我觉得我会跨栏，可是跨栏也不会跳，在那边就不方便的才艺。我想找一个很方便的才艺。如果原本没有自己现在学，对，我想学，可是我想不到有特别的，而且可以不用这么多花啊，这么多花时间的才艺。大观察和一周好像还没有这个类，但是会找到自己的。可是你是日本成员。就很加分，可是不行呢，不太好。对，新干线站车站之类的，
或者前面服务刚打字机。啊、这个也有人有提醒我，有人跟我讲过，可以吗？这样。腿装长夸了，我会，可是那个不能飘线。就算我也没想过我会做没问题方面。并记得有一个动作是演可以表演那个。然后猜出你觉得有有趣的放下去静静。好难啊、我再慢慢想自己的才艺是什么。跳舞是不行，我觉得跳舞有想过，可是比我厉害的人很多，而且他们是比我模仿日本人还是日本的搞笑，可是他们都听不懂。真尊敬一个自己喜欢的舞蹈风格，你先做直播跟 IG 找到自己的定位跟。是怎么说呢？你知道自己的说什么，我更你想说什么。我上次直播有听过你唱歌蛮好听的，谁讲的？乱讲。模仿台湾人也知道的，可以为难你一些。就是你的可能会喜欢什么？なるほど。美丽脸上的斑点是不是？我想说，我昨天有一个很难过的事情。我有很多纸吗？纸，然后，不见，应该这里从嘴巴上面有一个新的纸，我觉得很难过，真的很难过。不见，不见，那是纸吗？可是我纸一直。对，我真的这里有五角星。ほくろが消えた。いや、ほくろが消えたのにさ。希望没有。不见了，开心。开心，我以为嘴巴有一个新的纸，然后刚刚有，可是不见，开心。没有，就昨天发现这里重建有一个黑黑的，我以为是就什么吃东西之类的，可是完全，我一直这样吗？用它，可是它都不会不见。哦，我昨天很难过，我昨天真的很难过。今天看到自己的字里也觉得很难过，为什么？然后现在看我不见了，谢谢，有一个开心的小小的开心的事情。其实是什么？不是，呀吼，我的那么那个三用菜僵尸，对，因为昨天有一个新的，可是不见得开心，超级开心，多保养就好了。对，最近我的皮肤有点差很多啊，我现在皮肤没有化妆，我的皮肤是有自信，
但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感觉不好磨，有点不好，那个感觉有差，不喜欢，很难过。最近看自己的脸，早上的时候看自己的皮肤，然后因为晚上没有睡觉嘛，我觉得我有。感觉我最近换脑很多，所以感觉很累吧。我至少一次，哎，我会，可是对我面膜是我不能每天的话就片，这里有痘痘片多，多睡觉，睡不着，我会奇怪的时间睡觉，所以晚上都睡不着。哎，换脑很多，应该是容易秃头。我已经秃头。可能比较干燥的关系。哎，对，应该是。我最近很麻烦，什么都没有保养。那个最近我就自己有换脑的时候，不想做什么，自己的退皮肤也不想做什么。已经秃头了吗？对，现在还会拔头发吗？不好说。不会说没有。啊，快结束这波开心。最近好像有超级无敌多保养，为什么没有保养？是因为最近有很多，就有啊，最近自己的事情没有很顺利，然后觉得有点累，然后。我会忘记保养，这样。哎呦，大家好，比较容易心情好吧？我是心情不好的时候，会不想做什么，然后就皮肤也变不好。心情很好的时候会保养，然后变好。耶，一个小时了，我想休息。应该不管怎样，就会比较容易沉迷心情。真的吗？这一点就排名好了。很会叫。那谢谢大家今天陪我聊天，拜拜，下次见，拜拜，おやすみ，拜拜，拜拜，一緒に寝よう，寝よう，拜拜，晚安，おやすみ，さよなら，辛苦了，拜拜，拜拜，おやすみ，さよなら。